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妹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 最近啊，一直有很多进阶的女孩敲碗说，妹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出进阶的负重训练菜单啊？回应大家的期望，今天就要带来一组40分钟的虐臀翘臀训练。那这个训练呢会非常的完整，包含暖身伸展，你会需要一条翘臀圈以及两个哑铃。那我跟大家讲，你可能会练到有一点想哭，又会觉得非常的爽快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训练。那么在今天的正式组合开始之前，先跟我来做点快速的暖身吧。给我一个低的深蹲，接着两手一推，伸展我们的大腿后侧，接着再重复一次这个动作。深蹲下去的时候，尽量打开我们的髋，推的时候吐气，很好。下一个动作，侧跨步蹲的伸展，往右跨大步，将我们的左脚给完整的拉开，接着换脚，维持在下方，很好，重复一次。下一个动作，我们爬到平板的位置，右脚一跨，将我们的上身压下去，往右侧的旋转，视线可以跟着打开。来，接着换左脚，一样手肘下去之后，把我们的左手打开，视线朝上，这是很棒的动态暖身动作。慢慢的爬回，往前跨大步，同时两手向上的伸展。跨步的时候，尽量将我们的重心压低，膝盖可以向外的打开。给我一点轻松的小碎步，接着套上我们的阻力带，做比较快节奏的阻力深蹲的停顿，待会我们要加上哑铃负重哦。来，再15秒，启动一下我们的臀腿肌群，很好，5秒。暖身结束，今天的40分钟训练会包含35分钟的高强度臀腿运动，以及最后5分钟的伸展。如果你准备好的话，拿起两个哑铃，开始跟我做第一个动作，是哑铃的负重阻力深蹲。预备，开始。在下蹲的时候，启动我们的臀肌，将膝盖微微的外张，抵抗阻力圈。下去的时候吸气，上来的时候嘴巴吐气。你还有20秒。最后10秒。下一个动作会是 B stance 的单脚硬举，会需要你踩一个前后脚的站距，可以将你的右脚前、左脚后，但是我们的重心会在站立脚。上身前倾的时候，屁股后推，哑铃自然的下降。下降同时启动我们的臀肌，大腿后侧也会感觉紧紧的哦。最后的10秒。好，来休息15秒之后，待会换边。来，左脚前右脚后，将我们的重心放在左脚，下降的时候慢，
起来的时候收缩快。动作过程中多去意识到我们大脑与臀肌的连结。下去的时候吸气，起来的时候嘴巴吐气。加油，只剩五秒了，三、二、一，很好。十秒的休息时间，你可以把哑铃轻轻的放下。待会下一个动作，坐在我们的椅子上或沙发椅，做阻力的坐姿开腿。总共三十秒。打开的时候，尽量去意识到我们的臀肌。停留个一到两秒之后，慢慢的回来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还没结束，我们的上身前倾，继续再做前倾的坐姿开腿三十秒。一点点角度的差异，你会感觉到肌群的使用也会有一些的不同。加油，臀部已经开始酸了。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。休息四十秒的时间，待会我们再跑一次这个组合。稍微喘口气。第一个动作还是会从我们的哑铃负重阻力深蹲开始。如果你休息好的话，拿起我们的哑铃，我们准备开始第一个动作。下蹲的时候，尽量将我们的重心往后坐。在最底端的时候，抵抗阻力带，臀部会相当的有感。二十秒。加油，剩下五秒。来，你可以稍微喘口气。下一个动作，前后脚的单脚硬举。一脚前一脚后的单脚硬举，可以增加我们的神经连结，身体会有一点点不稳定，更能刺激到我们的臀部。注意我们的骨盆保持正直，身体不要刻意的歪斜哦。核心收紧，感受到臀肌的实力。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。喘口气，直接换另外一脚来进行。开始了。下降的时候，尽量的控制。慢速的下降，起身的时候可以稍微快一点点。最后的十秒，三、二、一，非常好。轻轻的放下你的哑铃，来到我们的椅子或者是沙发椅。坐好之后，将我们的双脚打开，抵抗翘臀圈的阻力。尽量的向外打开，同时找寻到我们臀肌在哪里呀。再十秒。来，还没有休息，上身前倾，前倾的坐姿开腿。
30秒的时间，速度可以再快一点，打开，慢慢的回来，10秒，撑住啊各位，3、2、1，非常的棒，1分钟的休息时间，可以喝个水，喘口气。剩下20秒的休息时间咯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下一个动作组合不会需要翘臀圈，你可以先将你的翘臀圈拿下来。第一个动作会先从负重的分腿蹲开始，我们上半身稳住，核心收紧，一脚前一脚后，垂直的下降，后脚的膝盖可以轻轻的碰地，或者是靠近地板。启动我们的臀部，起身的时候吐气，10秒。待会下一个动作还是维持在同一只脚，不休息，直接来到 reverse lunge 后跨步蹲的30秒。往后跨大步，接着收回，加油！已经开始痛苦了吗？剩下10秒，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好，10秒，尽可能的喘口气，待会我们直接换边咯。一样在下降的时候，我们的速度慢，控制，找到我们的臀肌在哪里，接着起身吐气，15秒。3、2、1，不休息，直接来到后跨步蹲。往后跨的时候，身体会感觉有一点不稳，是正常的。核心躯干稳定住，找寻到我们的臀部肌群。起身时大口的吐气，加油！最后的8秒，3、2、1，很好，休息10秒。下一个动作我先预告一下。这会是一个变换型，给我一个硬举下去之后，接着将我们的两个哑铃放置在我们的肩膀上，做一个深蹲起身，慢慢的下降，找到我们的臀肌，两手一出力，做一个深蹲，你会感觉大腿后侧以及大腿前侧肌群的运用。很好，再5秒，不休息，直接来到哑铃的窄站，深蹲停顿，两脚的距离是窄的，不断的刺激我们的大腿前侧、股四头肌以及臀部。很好，来休息一下。
deal with this shit, I ain't feel like myself. Now you the one that hurt me, I had to cry alone. And they say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, cause I'm homeless now. That's why now when I'm faded, I feel right at home. Don't act like I don't see your side. But you've been hurt in the past, that shit ain't no surprise. 来，你还有20秒的休息时间。下一个动作还会是从我们的分腿蹲开始，准备好两边的哑铃。你可以先从右脚或者是左脚开始，看个人的习惯。预备 ，Go！下降的时候，我喜欢抓3秒，这是对我们的肌肥大最有帮助的一个节奏。不休息，后跨步蹲开始。动作过程中不求快，只求每一下稳定，并找寻到我们的臀部肌群。加油，最后的10秒了。3、2、1，稍微的喘口气。待会我们换脚进行。预备，开始。再给我5秒，4、3、2、1，直接来到后跨步蹲。最后一个跨步蹲了，加油啊，撑住。下降的时候大口的吸气，起来的时候吐气，最后的10秒。3、2、1，稍微的喘息一下下。接下来是哑铃硬举，接我们的深蹲的变化动作。双脚的站距我会建议踩窄一点的站距。哑铃下降的时候慢，接着有 power 的把我们的力量带上来，运用到我们全身的协调性以及臀腿的肌力。最后的15秒。来，不休息，直接来到哑铃的窄站深蹲停顿，加油，只有20秒，不断刺激到我们的股四头肌以及臀部肌群。 Go go go， 5、4、3、2、1，很好，休息1分钟的时间。下一个动作组合会需要你准备一条翘臀圈，请先将翘臀圈套于两腿中间，并准备好一个哑铃。待会要做的第一个动作是哑铃的螃蟹跨步走。
把哑铃置放你的胸口前，轮流的往右往左的跨步，重心一直维持在下方，跨步同时抵抗翘臀圈的阻力，感受到我们的臀肌。动作过程中不求快，每一步站稳，加油，最后的8秒，7 5 4 3 2 1，不休息。来，我们直接停在半蹲的位置，不断的抵抗阻力带，膝盖不要内夹，请微微的外张。3 2 1，很好。下一个动作不休息，直接来到髋主导的哑铃硬举，一样是做哑铃硬举，上身前倾，屁股后推。主要的差别是我们下降的幅度不用太大，感觉到我们的臀部被启动之后，接着快节奏的起身。加油，再5秒，4 3 2 1，很好，把我们的哑铃放下。来，我们扶着墙或者是门把，左右边的阻力恰恰，右脚往侧后的点步，刺激我们的臀中肌，往外延伸的时候可以稍微停顿一下，接着慢慢的收回。最后的10秒，很好。接着换脚进行，一样40秒的时间。你会感觉到臀部的侧边正在燃烧。最后的20秒，加油加油，5 4 3 2 1，很好。休息40秒之后再往返这个循环。准备好你的翘臀圈以及哑铃，待会我们还是从我们的哑铃螃蟹走开始。每一步都站稳，持续的抵抗阻力带，感受到臀部的燃烧。还有20秒，最后5秒，4 3 2 1，来，我们停在半蹲的位置，不要让膝盖内夹，微微的张开， hold 在那边。3 2 1，很好，不休息，来到髋主导的哑铃硬举，小幅度的下降，接着起身，主要 focus 在我们的臀部肌群，可以做稍微的快节奏，15秒。3 2 1，把哑铃放下，找到你的墙或者是门把，上半身固定住之后，我们的后脚向侧后方的延伸做阻力恰恰。往侧的延伸，并停顿个1到2秒，接着收回。
非常好，还有15秒。臀肌 on fire， 很好，3、2、1，来，我们不休息，直接换脚进行哦。最后一次的阻力恰恰，尽可能的向侧后的延伸，剩下20秒。臀部的侧边应该会超级有感，10秒，加油，5、4、3、2、1，很好，稍微的休息一会儿，总共有1分钟的休息时间。20秒的休息时间，待会的动作组合会来到瑜伽垫上，请先将你的哑铃以及翘臀圈准备好。第一个动作会是负重的阻力哑铃臀桥，卧躺瑜伽垫上，膝盖弯曲，把我们的哑铃固定于骨盆上，用臀肌的力量将哑铃推至极限，向外的撑开阻力带，慢慢的下降。过程中尽可能的意识到我们的臀肌向上的收缩，接着慢慢的控制下降，还有15秒。5、4、3、2、1，最后一下，帮我停留在最高点，做阻力的臀桥开合，小幅度的开腿，不断刺激我们的臀肌，接着把哑铃放下，阻力的单脚臀桥，我们的骨盆保持正不歪斜，向上的撑开我们的翘臀圈，主要是用下方的脚来支撑，下方脚的臀肌会感觉到非常的有感，剩下15秒。5、4、3、2、1，很好，来，接着换脚，撑起的时候可以快有力量，下降的时候慢，控制。你可以的，加油，剩下10秒。下一个动作，直接帮我来到跪姿的驴子踢脚，呈四足跪姿，向上挤压我们的臀肌，并慢慢的放下。3、2、1，我们的右脚不休息，直接来到侧边的小狗踢腿，像小狗撒尿一样，尽可能的向侧打开我们的腿，
刺激我们侧边的臀肌，接着慢慢的收回。剩下十秒。三、二、一，来，我们一脚做完之后，直接换脚。另外一边的驴子踢腿，三十秒之后，接我们的小狗抬脚。撑下去。三、二、一，想要翘翘的蜜桃臀就靠它了，剩下最后的十秒了，加油！五、四。三、二、一，可以稍微的喘息一会儿，四十秒的休息时间。待会我们还要再跑一次这个循环，第一个动作仍然会是从我们的哑铃负重臀桥开始。准备好了吗？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这是今天四十分钟训练的最后一个组合。能做到这一步的你，非常的了不起哦！请不要放弃，做完就是你的了。剩下三十秒，多去感受到你的臀肌。即使使用轻重量，能好好的感受臀肌，也会非常的有感哦。最后五秒，待会最后一下，帮我停留在最高点，停留个十秒。不要下沉，小幅度的开合我们的双腿，好，慢慢的放下，直接来到阻力的单脚臀桥，动作过程中核心收紧，不要刻意的拱腰。主要以下方脚的脚跟来出力，剩下十秒。三、二、一，直接帮我换脚进行。还有二十秒，尽可能的撑开，不要偷懒。非常的好，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不休息，直接四足跪姿，来到我们右侧的驴子踢腿。腹部收紧，主要运用到我们的臀肌，向上的踢腿，也可以稍微的往侧。三、二、一，直接不休息，接我们的小狗抬腿。尽可能的抬至极限，
再慢慢的放下。很好，最后的十秒了。来，我们直接换脚进行了。Yeah, I notice why you acting out. I'm just being honest, cause I can't front right now. Truth coming out a little drunk right now. Without you feeling stuck right now. Late night, I love right now. I still think about calling you, but that just causes problems. 3, 2, 1，小狗抬腿，最后的30秒。撑住啊，各位。看似容易的动作，做到最后也会非常的爽累啊！进入倒数，5秒，4、3、2、1，非常的棒！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跟着我来做一点伸展吧，可以把你的翘臀圈脱下来。来到我们的婴儿室，缓和一下我们的呼吸。接下来来到我们的下犬式，让我们的两脚的脚跟扎地，两手一推，感觉到背部以及大腿后侧的伸展。来，让我们停留在这边，双脚可以微微的动一动，放松一下。5、4、3、2、1，很好。接下来我们做右边的鸽式，将你的身体前弯，尽可能的放松我们的髋。可以把你的后脚勾起，顺便的把上身给拉开。很好，接着我们换左侧来进行哦。将我们的后脚勾起，来，我们停留在这边，大口的吸气吐气。今天的你很棒哦，有坚持到这一步。接着我们右脚前左脚后，往我们的右前方做坐姿的伸展。好，那我们换我们的左脚在前，往左侧去做前弯。将双脚打开，再一次的前弯，
谢谢你跟着我完成今天的训练，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掌声。那这次的训练组合非常接近我在居家疫情期间的臀腿训练，我相信是非常的高强度。那这组训练的时间呢，我是抓比较高次数跟减少休息时间。那如果你是进阶的女孩，你想要拿更重的重量，你的动作的时间可以抓少一点，休息时间可以拉长一点。我觉得你能完成这套训练真的很棒，相信大家已经感觉到臀腿的炸裂感了。明天记得好好休息，多补充营养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